那个妹妹还未满18岁吗？天哪，难怪都不承认她有女朋友。王虎波啊，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他们是叔叔的朋友吗？这两位阿姨是我的姐姐，她是我同学的女儿。哦，你同学的女儿哦，年纪这么大了。哪一个同学？你们怎么在这？我的编辑受伤，我去看他。你是我姐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有事瞒着我？那你呢？没事带着一个小女孩上医院，难道就很清白？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只是现在没有时间好好跟你们讲清楚。我也是，我忙得很，你不要乱想。那我们就各自去忙咯。好啊，走咯。